投了五个保送，哦，差点就是平了黄广齐的联盟纪录，单局六保送。这一棒，张泰山右外野方向，这个球像是泰山的头发回不来了，全垒打，两分打点的全垒打。全垒打，而且连续14年，张泰山单季全垒打都到达两位数，连续14年呐，啊！35岁直棒啊，16年跻身，他第一年就两位数了，第二年很可惜只有9支啊，所以必须从第3年就才可以开始连下来，哇，连到今年连续14年，至少都有两位数以上的全垒打，7-0。张泰山一个反方向的红不浪，同时也把兄弟相对的先发投手罗曼。